钱。两个口，微微的向右上方斜的，不要太大，上宽下窄到齐形。这个狠话要细，要拖住两个口。撇在横的下方，要长。注意这个撇这边的话不要太弯，相对要直，显得挺拔，撇要稍微细一点。两个竖画要长短变化，向右上方提的这个撇要短一点，动完之后向左下方，不要太长，由重到轻。横画镂空起笔，齐按方的收笔，撇靠里面一点。捺笔向上靠的紧凑点，镂空轻入笔，向右下方边行边按，顿完之后刮笔，慢慢提起来变尖，要粗重一点，所以宽窄形成一个对比，这里面空间小，下面空间大，在外面空间大一点，里面的横画要间距要小一点。